你知道莫吉托吗？我觉得它跟爱情很像，调和了各种滋味，慢慢搅拌就会尝到清灵的苦涩。即使这样，终究逃不开这朗姆酒一般炽烈的感情。而我的这杯，刚刚尝到苦涩的滋味。多夏小姐，请问网上关于……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到才让一让？发现自己性取向，往常不好意思说，暂时还不方便透露。同学，请让一让。是真的吗？不好意思，不会耽误钟夏小姐太长时间采访。钟夏小姐需要休息。喂，张姐，哎，都是假的，狗仔 P 的。什么录像？等一下，我有个电话进来。秦总，啊，是正常炒作。玉姐，那当然，我去接一下木生。您放心。什么？你知道外面什么情况吗？哎，太乱来了。已经有记者堵在楼下了，你也太大意了，这都能被拍到。我们想过会以这种方式曝光，我不想他受到伤害。我去吸引他们注意，你找机会上楼吧。李烨，这回真的很谢谢你。哎呀，你快得了吧。那不是戚李烨？哎，好像是。哎，戚先生，先生，最近网传你要单飞是真的吗？戚先生，请问下一张专辑什么时候出啊？你看热搜了吗？林律师女朋友是超模。哎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您找谁？您不能随便进去。刚才那个人是不是有点像明星？林木深，你最好尽快处理好你自己的私人生活，不要给事务所带来不好的影响。这期间你负责的项目我会先让别人代替。对不起老板，但是我手上这几个案子一直都是我跟，现在换人不合适，我会和客户解释清楚，不会影响工作的。最好是这样，不管怎么说你先回去待几天吧。好的，木生，我来接你了。仲孝，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不好意思，暂时还不方便透露，请让一让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不接受采访。我不想他受到伤害。木深，我来接你。之前网传您和 X 公司的正宗闹过不愉快，是真的吗？小妹妹，我看你是生面孔啊。啊，我是这周才来实习。改天你单独找我，我给你个专访。臭小子，对不起，钟孝，如果那天不是我突然跑出去，就不会被记者拍到。要是对你的事业有影响，我真的不是你的原因，是我不好。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起床了，懒猪！谋杀亲夫啊！怎么，意思是我很重吗？不敢。青青，起床刷牙，我今天做了早餐，你得全部吃完。是是。臭丫头，白天晚上两副面孔。木深，我好了。来了。我生日不是明天吗？怎么今天就有兴致下厨？你猜。哼，你猜我猜不猜？那算了，不说了。我猜，因为我昨天表现好。你能不能正经点？我们在一起也好几年了，所以我前两天一直在想，也许是时候让我们的关系有更实质的进展了。所以就和我爸妈说了我们的事，而且他们接受我们了。你是说？太好了。
吗？你明天要来我这里庆生？好，我去接你。阿姨明天几点过来？我和你一起去接她吧，我还没见过阿姨呢。怎么了？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吗？妈，你要来我这庆生？我和你一起去接她吧，我还没见过阿姨呢。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吗？妈，这里。你迟到了。今天堵车。既然知道堵车，就早点出门。你工作时也这种时间观念吗？阿姨您好，我叫林木深，是笑笑的朋友。这么漂亮的朋友。妈，后座有面包和水，你坐后座先垫垫肚子。阿姨，我帮您订了酒店，就在笑笑家附近，我们先去放行李，再一起吃个饭。就是之前给你看照片的那家。木神挑了很久。也没有啦，听笑笑说你喜欢吃日料，我预约了一家，评价很不错的。你和中校关系很好啊。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多久了？有男朋友了吗？妈，你问这干嘛？没有男朋友。我记得你今天事务所好像有事吧，一会儿到酒店之后我自己带我妈去日料店吧。和谁联系呢？刚刚那个林木深。妈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这是我的隐私。我不管你的隐私，但我绝不容许你犯错。正常交朋友都不行吗？正常朋友？你们俩的经济能力没必要合租吧。我经纪人电话。我也先走了，看来你并不是很想和我一起过生日。随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朋友能写出来的东西？妈，不要，你别这样。我恨你，我恨你。我经纪人电话。我也先走了，看来你并不是很想和我一起过生日。随你。喂，玉姐，给你谈了单大生意，来福特广场。现在？早上把我撇开，现在又要我随叫随到，才不管你。我他没见呢。当然，我们中校也很期待这次走秀。我们李总看了一眼就拍板了，说什么都一定要钟小姐来走。那得说李总有眼光呢。五点半了。搞什么怪象？哦，六点和木深有约，快到点了。非常期待这次合作。慢走啊。哪儿去啊？不是开车来的吗？晚高峰。我去坐地铁。七点了，堵了一个小时吗？对不起，去见了个客户。那你早说啊，这不是你第一次因为工作迟到了，为什么总要我等？木生。这是送我的生日礼物吗？木深，你知道我有多期待今天吗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木深，
对不起。你别碰我，我不听。木深，你。说说吧，大街上做出这么出格的举动，现在怎么办？不否认呢。什么？忠孝，你以为网上宽容度高了，你和木深关系就不特殊了吗？木深，我也不是阻止你们，现在是忠孝事业上升期，出这种负面新闻，以后连资源都不好拿。没关系，潇潇，我们还有时间，只要不是太晚。木深，最近你们先不要见面，分开住一段时间。不行。不行也得行，忍一阵子你能咋的？忠孝，你能耐了，一次又一次挑战我的忍耐极限。我和你爸明天到，你想好怎么解释你的出轨新闻。我和你爸明天到，你想好怎么解释你的出轨新闻。好了，我送你们回去。停车。你又干什么？买东西。你好，我手上这款情侣手链还有吗？这条有，单买一条吗？是的，买另一条。好的，稍等。妈，我在店里呢，等会儿就回去。刚刚那姑娘是模特吧？是啊，最近热度很高，刚买了你设计的情侣手链呢，估计出柜是实锤。这样啊，我觉得她很适合做我的模特。我买到那条旧的手链了，伸手。看，完整了。干嘛？不想你走。等这阵子风头过去了就好了。啊，我好没用啊。是挺没用的。但是笑笑，当初是我带你找到做模特的梦想，我也一定要看着你走到顶点，直到你有发言权，然后嫁给我。木深，不是娶你吗？走吧，明天还有手术。你看新闻了吗？已经澄清了。哦，我看看。哼，这你信？看来你对忠孝还不了解。我去开门。我来，你进去吧。林木深，我有话就直说了，我希望你们结束现在的关系。然后呢？按照你的安排，按部就班的活着。我只是想和喜欢的人一起生活。那是因为你不正常，你需要看医生。就因为我喜欢同性，我并没有影响任何人，这样都不可以吗？你懂什么？你现在还小，不明白自己要什么。请叔叔阿姨相信我们，我和笑笑一定可以过得很好。忠孝，你不在乎别人的目光，你想过我和你爸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所以为了你们，要我和一个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，你们就不自私吗？木深，如果你坚持和忠孝在一起，那我有责任再和你的父母谈一谈。所以为了你们，要我和一个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，你们就不自私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服他，我觉得很内疚，对他们，对你。笑笑，别揪头发啦，当心头秃啊。你干嘛？好不容易酝酿的情绪，笑笑笑起来最帅啦。喂，七里叶，忠孝，出来挨打。
是阿明。哎，你要打我？姐，你是我姐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林木深。我家的星辰。哼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好可爱啊。龙晓，给你介绍个人，之前和你提到的设计师彭凌硕。你好。这家酒吧是季里叶开的，混进来不容易，好好把握机会，多挖点料。知道了，关键。所以你是回国创业，国外发展不错，怎么回来了？嗯，因为跟一个人约好了见一面，也许这一面之后我就会留下来了。嗯，那你是找我走秀？不介绍一下？那个人是中校。喂，嗯、啊、嗯，生面孔，这里禁止拍照。我只是按公司意思混进来，手机你也拿到了，就放我走吧。你走吧，带句话给你老板，别打我这边主意，否则后悔就晚了。嗯，拍到了吗？你看。哼，你小子可以。欢迎来到 WM 秋季时装发布会。中校开场走完了，下半场还有一个，等会发视频给你。喂，你想怎么样？找个地方聊聊吧。喂，你想怎么样？找个地方聊聊吧。这些照片没什么说服力，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搪塞过去。之前发生了街头拥吻事件，加上这次酒吧的亲密动作，还不足以说明什么吗？西元，你也知道女性之间的互动很微妙，这种程度的搂抱在朋友中也很常见，你说呢？不是吧，那我们不就白跑一趟了，好不容易拍的照片也废了。其实也不是完全没用。可是 boss 不是说没有说服力吗？只是搂了一下腰，说明不了什么吧，就算放出去也不会有人信。既然来了，我手边就不止这一张。你想要什么？放心，我也不是敲诈，我要你把中校的独家专访给我。嗯，回来了。嗯，香喷喷。瞧瞧吧，又被拍了。你俩以后尽量别一起出入人多的场所，保不准哪就有狗仔混进来。有之前的接吻风波，再到被拍，大众很容易联想你们是恋人关系。小小，嗯，我们有多久没在白天一起出门了？琴琴加油加油。琴琴好厉害呀，太帅了，你刚好棒。哎哎，那不是法学系系花吗？看上了追啊。不了吧，巨高冷，听说啊有个白富美狂追他。卧槽，这么好的资源喜欢女人。不过等他和男人试过就不会惦记女人了。丫的，谁打老子？没人打你啊，不是篮球打的吗？你丫，别冲动，他们人多。打扰了。喜欢的类型。那不是法学系系花吗？
喜欢的类型。漂亮的，哼，肤浅。牧神，一会儿好像要下雨，我开车送你吧。谢谢周姐，我有带伞，没问题的。我家小南最近成绩上升不少，多亏找你来做家教。小南自己也挺努力的。我有个学生的服装店下周五开业，要我帮他介绍两个大学生做模特，我给他推荐了你，一小时400，你有兴趣吗？有的有的。嗯，那你多拉个高个美女吧。高个美女，我认识一个，晚些我问问他。那行，你回学校吧，晚些电话联系。嗯，周姐再见。我？你是说找我？嗯，虽然挺冒昧的，想问下你什么时候方便。我想请你去学校旁边的甜品店吃点东西，因为有事想拜托你。啊，我现在就很方便。嗯，就是这样，我做家教的老板推荐了我，但是想要再找一个高个美女，我想着你挺合适的，不知道你周五有没有时间。嗯，你怎么不吃？哦，挺轻松的，一小时400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。时间是下午3点到7点。周五下午有比赛啊。你没空吗？抱歉这么唐突，没时间也没关系的。有空，我有空，那就只打上半场吧。突然找你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怎么会？我很高兴。周姐呢？群啊，你周五应该是有篮球赛吧？这是。你不用不好意思开口，有事的话不去也没关系，我到时候会在看台为你加油的。你回来看比赛吗？嗯。那我等你。我先回去了。嗯，周五见。呜呼，我到时候会在看台为你加油的。你会来看比赛吗？嗯。那我等你。这场赢了，我请大家吃饭，随便吃。好耶！真是的，笑笑好不容易抢到球，快闪开呀！牧神啊，到哪了？糟了，忘记时间了。啊，我就快到了。今天辛苦你了。谢谢，你们也辛苦了。笑笑，你怎么在这？之前听你说这家店，正好过来逛逛。怎么没拿伞？没带吗？那正好，我送你回学校吧。嗯。你住外面，送我回去会绕远吗？不会，我就住在学校旁边，走路10分钟就到。那就好。嗯。到这就可以了。今天谢谢你。没事。今天你来看球赛，我很高兴。笑笑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？难道有喜欢的人吗？
母生发消息给我，哎，一起逛街。小小，啊，在发什么呆啊？你穿的比昨天还漂亮。谢谢，谢谢。这家奶茶好难买。嗨，我都排习惯了。你要是喜欢喝，以后我帮你买。哎，别闹！哎呀，对不起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谢谢，幸好没摔坏。谢谢，幸好没摔坏。木生怎么会在群里？没看到他的 ID 啊。木马甲。笑笑。啊。从刚刚开始你就心不在焉。如果不方便的话，你去忙自己的就好了。今天还是谢谢你了。木生，我很方便，特别方便。我刚刚是在想你的事。想我的事。我在想你为什么会潜在我的群里。我好想我们大学时候啊。木生，我也在想。在想什么？在想我们的未来。我讨厌不能和你一起出门，但是我又迷恋你在 T 台上的样子。我讨厌你对父母的不坦白，但又明白这种无可奈何。有时候真的很迷茫。我会一直牵着你的手，不要迷茫。大家辛苦了，先吃点东西吧。喂，妈，您不用说了，我不会改变决定，我爱他。请进。你好，阿姨。木生，抱歉打扰你片刻。之前我也说过，如果你们坚持要在一起，我希望能见见你的父母。林女士，我就直说了，希望你管好自己的女儿，不要让他们再来往了。我觉得两个孩子彼此中意，没什么不妥。怪不得勾引我女儿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钟女士，人身攻击不妥吧？你也不想让人说闲话吧？他们在一起太不正常了。钟女士，你当惯了为人民服务的医生，习惯给人找毛病，我非常理解。但是我的女儿是律师，面对不该有的攻击，我们反击的经验多的是。跟你说个事。啥？你妈去找我妈聊天了。跟你说个事。啥？你妈去找我妈聊天了。怎么才告诉我？你还能去拦着阿姨不成？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早些说开了也好。对不起木生，我下意识想逃避我妈，我真的在她的阴影下生活太久了。我妈说话会很难听，问问阿姨怎么样了吧。别。先别问，等我妈消息吧。好。妈。木生，晚上和妈妈在外面吃吧。我也去。笑笑也一起吗？就咱们两人。好。我不能去吗？应该有事和我说。我晚上陪你去吧，在外面等你。
妈，坐。妈，钟孝妈妈说了什么吗？钟孝妈妈是个很强势的人。我的女儿一直以来都很辛苦吧？妈，妈妈没法让钟孝妈妈认可你们，这一关还要你们自己过。妈，谢谢你。对不起啊，我和别的女孩不同，您不怪我吗？怎么不怪？可我怕连我都怪你，就更没人帮你了。但妈妈还是劝你想想，钟孝能不能给你幸福？你们以后……林阿姨，林阿姨，我知道我妈一定说了很难听的话，但我发誓，我一定会解决这件事，不会让木生受委屈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啊，你这样要是被认出来，怎么保护我女儿？吃早点喽。钟孝，钟孝啊，你看你干的好事。惨了，差点忘了我妈在。不知道她看到了没？阿姨，您坐下吃吧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这样要是被认出来，怎么保护我女儿？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四号床的家属呢？医生，我孩子手术怎么样？放心，很顺利，再观察一下就可以。喂，妈。钟孝，妈不跟你废话，你马上分手。你想一辈子让人指指点点的活着吗？尤其你还是公众人物。妈，你再这么执迷不悟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，你也别再喊我妈。妈，你所期盼的人生不是我的。玉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脸色这么差，哭过了？没事，我妈要和我断绝关系。什么？这还叫没事儿？啊，那我能怎么办？哎，反正你也别憋着。这回找你来主要是和你说下之前那个叫关西元的狗仔。怎么？他盯上我了？他拿着你们的亲密照找我换了你的专访。钟小姐你好，今天的专访请你多多照顾。好说，长得挺好，净做垃圾事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您之前在综艺上跟戚里叶的互动，观众都觉得很甜，所以大家一直期待现实同框，您怎么看呢？我和李叶是很要好的朋友，我也很期待再和他合作。这么说并没有超越友情的看法了。那您有比较欣赏的男星或者男模吗？圈子里大家都很努力，努力的人我都欣赏。哦，之前传出您与同性朋友的绯闻，您父母是什么反应呢？人的感情只要是真诚的都该被理解。林律师，为什么不接我的案子？我真的很认可你的能力。江先生，您高看我了，建议您找更有能力的律师。我看林律师只是不想受理我的案子吧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希望你再考虑一下。动作快点，等会儿让人看见了。住手！我已经报警了，保安等一会儿也会过来，
识相的就快放开他。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快走！林律师，你怎么样？快送去医院看看吧。木生，该死的！你好。不想死就给老子停车！你好。敢动我的人！你可能误会了。误会个屁！等着吃牢饭吧！谁给你的胆子？小小，住手！道歉。凭什么？是他不对。你还说？哼！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林律师被盯上，可能和我找你辩护有关系。你的意思是？可能是我叔父派来的，他们怕我找到能干的律师，所以想威胁你。我就是担心这种事儿，才跟去车库看一下。总之今天给你添麻烦了。啊，不，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回去吧。林律师，虽然现在说这话很不合时宜，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得到你的帮助，还请你考虑一下我的委托。我会考虑的。你知道吗？我都吓死了。傻瓜，我这不是没事吗？快去给我做饭。我都饿死了。以后我得时时刻刻跟着你才行。瞎说。我打个电话啊。喂，肖先生吗？我想了想，你的案子我接，但我希望能保障我的安全。不要接。这案子这么危险你还接。肖肖，把手机给我，我还没谈完。这案子又危险，姓江的看着也不像好人，你不要接。别闹了，快给我。中校，这是我的工作，连这也要迁就你吗？你真的让我很累。你的案子我接，但我希望能保障我的安全。不要接。中校，这是我的工作，连这也要迁就你吗？我迁就你的工作，迁就你的父母，现在我连我自己的工作怎么做你都要管吗？我希望你也能考虑我一下。木生，对不起，我不想一个人出去透气，晚点回来。我出去。太晚了，你在家里吧，我出去一会儿好吗？你说你整天往我这跑，星辰你也不管管他。你啥挑拨啊？啊，中校，他怎么一个人在那喝闷酒？你们先玩，我去看看他。怎么了？一个人在这买醉，木生知道吗？你说我是不是特怂？说什么呢你？我从小就一直生活在我妈的阴影里，我还在她肚子里就把我的一生都安排好了。你家里知道了？我高中时有个很好的学妹，叫什么来着？啊，文一彤。我妈知道之后大发雷霆，闹得她退学。我是真的怕了，我的工作有那么多人盯着，我本来以为我能护好她，到头来好像我才是被她守护着。说实话，你真的怂。如果你还想和木生走下去，还是坚定点吧。坚定？我很定的。我对木生很坚定，看不出来吗？看出来你喝醉了，你该回去了。星辰来得正好，帮我抬他一下。中校，这是怎么了？别提了，喝醉了。我们正准备回去，要不我送他一程吧。那可好，我把地址给你。我可以搭个顺风车吗？当然可以，上车吧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是吗？你再仔细看看。
我可以搭个顺风车吗？当然可以。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这么晚了，笑笑怎么还不回来？钟笑，你的电话响了，是林小姐吗？喂，老婆，想我，就喝了一点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太谢谢你了，送钟笑回来。没事儿，正好碰上了。喝点蜂蜜水解解酒。对不起，木深，我不该抢你电话，不该干涉你工作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要生我气。先把蜂蜜水喝了吧。以后只要是你想做的，我都支持你。还有我的工作，你不用配合我。如果你不想再躲躲藏藏，我不做也可以。笑笑，我们不要彼此牺牲。能听到你说这些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现在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，不要再喝酒了。我不，除非你寸步不离地守着我，不然我天天喝。林律师，有你的花，麻烦赵姐帮我退回花店。这本没有署名。那你随便处理吧。你律师也太难追了吧。喂，你好。林律师，江芝的案子我希望你不要管。你是谁？林律师跟那位叫钟笑的模特关系匪浅吧？我们没什么关系，身为律师，不论是谁的案子我都会全力以赴，没别的事我就挂了。是吗？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们是在同居吧？经过上次的接吻风波之后，你觉得再爆出什么绯闻，大众会怎么想？江芝和钟笑怎么选？我想你应该清楚吧。经过上次的接吻风波之后，你觉得再爆出什么绯闻，大众会怎么想？江芝和钟笑怎么选？我想你应该清楚吧。想什么呢？也不吃饭。没事，真没事。其实，有人打电话威胁我，不要接江芝的案子，还发了好多我们一起进出的照片。拍到你的脸了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那就好。至少你不会被直接影响。你都不担心一下自己吗？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你说过我们不要彼此牺牲，你只要全心全意做你想做的事就好。笑笑，感觉你变了。一般说你变了都没好事啊。变得让我越来越喜欢了。我真是上辈子欠你们俩的。谢谢玉姐嘛。行吧行吧，等下去见客户要好好表现。说起来这个人你应该是见过的。我收拾好了，走吧。临时约的，还要麻烦你等我一会儿。说起来约的模特是和我们一个高中的。我知道，他是校篮球队的。哦对，你在啦啦队。那天他们似乎认识。是啊，当年我就是因为他被退学。真是稀奇哦，主动约我出来。今天怎么转性了，真让我受宠若惊啊。哎，你看什么呢？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看到熟人了，先走了。喂，一桐。一桐。一桐，你朋友在叫你。没事。学姐好久不见。
你还记得我吗？方便的话，加个微信好吗？学姐好久不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方便的话，加个微信好吗？啊，原来那晚真的是他，不是我的幻觉。学姐，学姐，喝水，喝水，是我的。学姐，哦，谢谢。学姐，嗯。学姐以后只喝我送的矿泉水好不好？好。不是恨我吗？为什么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站在我面前？为什么还要约我见面？你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文艺彤吗？你怎么还没回去？送我回去。鬼才管你，自己回去吧。笑笑，我们得换洗发水，这洗发水不行，搞得我头发很干。嗯？哦。你今天不对劲啊，一直发呆。今天遇见了一个高中学妹，和童林硕也有合作。这么巧，那很好啊。人家是学妹，你多照顾。他说周末约我见面，你陪我吧。周末要和江之见面，说下他的案子。那你什么时候请假？我们去哪里玩吧。行，行吧。人这么多，不会被拍吧？我有办法。跟我来。给。我带这个，这下就方便多了。一彤，我还是习惯你叫我彤彤。约我出来，不是有话要说吗？我们之间还有许多没完成的事吧。我一直想和你道歉，之前我妈对你那样。我接受你的道歉。所以，你看过信了对吗？我在信里说的喜欢是认真的，你的回应呢？别闹了，我女朋友知道会不高兴的。女朋友？我接受你的道歉。所以，你看过信了对吗？我在信里说的喜欢是认真的，你的回应呢？需要我送你吗？不用谢谢，我开车过来的。那过阵子开庭就麻烦你了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林小姐，童小姐，好巧，中校没和你一起吗？我今天是工作，他说和一个学妹有约。文一彤，名字我倒没问。中校没和你说过他？没有。怎么了吗？看来林小姐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，还是不要问了。没什么，那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你想喝什么？冰美式吧，我跟你喝一样的。你先找个位子，等下我端过去。啊，是我喜欢的布丁，谢谢你还记得，我也记得你所喜欢的。这好饿了。随便点的。学姐抬头。哦。出来玩怎么能没有自拍？学姐不介意吧？没事。我们喝完找个地方吃饭吧。不了，晚上和女朋友一起吃。哦，那太不巧了，下次吧。我回来了。都是汗。快去洗澡。好，等下继续。继续个大头鬼。今天和学妹玩得好吗？挺好的。
你微信有消息。哦，我看看。是你学妹文一彤。嗯，你怎么知道她的名字？今天遇到童林树，听她说的。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么漂亮的学妹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上回放我鸽子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是他吧？你喜欢的人。我听村内的表姐说他有女朋友的，你没机会的。有没有机会，不是你说了算。哈哈哈，文一彤，我没听错吧？你是要当第三者吗？第三者？谁规定不能喜欢有恋人的人？搞破坏是 Loser 才会做的事。我要做的是让他喜欢上我。